吃我猴子老岳，黑虎偷袭，隔山打牛，还想跑啊？哪里跑？再跑我开枪了啊！魔幻吃鸡哪家强？孤岛先锋看板娘，我就是集美貌技术于一身的板娘小薇。今天我终于玩了一把男角色啊！好了，话不多说啊，这把就跳独孤拳，因为板娘我就是独孤求败呀、啊。小伙伴们出现了一些偏差，落到了这个水晶矿这里。哎，我的专属武器，把这个蓝色的捡起来，去对面合成一个紫色，再带回来，我不就有一个金色的武器了吗？我真的是个天才呀！当当当当，金色武器到手。咦，有人？这家伙还真是倒霉啊！啊，刚好遇到了合成金武器的我呀。哦，好，圣堂开启了，我们过去看看啊。好了，武器已经有了，就来个技能啊，再随便来点啥吧。就不来了。哦，吃我一记洪流根，嘿嘿，真是帅呀！哇，怎么这么快又有人来了呀？喘气的机会都不给我留。哎，让到旁边看看啊，吃我猴子老岳，黑虎偷袭，隔山打牛，还想跑啊？哪里跑？再跑我开枪了啊！发财了发财了，赶紧填装备啊。小白马这就决赛圈了，但是根本不见另外两个人的影子啊。在这里吗？在这里吗？难道在这里？咦，有什么东西飞过来了？哦，发现他了，吃我一招红鹰起飞，再尝尝我的伸展运动。哈哈哈哈，我体操还真是好使啊，打败敌人的同时还能强身健体。哈哈哈哈，小白马这圈也只有这么小了，还是不见另一个人的踪影。我们就在这山坡等出来啊，看见没，那人鬼鬼祟祟的躲在树后，还在那布置陷阱，看我把你陷阱给打了，气死你。嘿嘿嘿，轮到我来收拾你啦，凌波微步，雏鹰起飞，加一个伸展运动，直接打残。想反抗，直接掏枪把你收拾了。